五十一，所从诸业具明眼之开始，所成诸业犹自把之。路灯照汝前程，汝之不步，终无所前。故行之愿满，由己定夺。一个人要想干任何事业，做任何学问，甚至包括在世间上真正做好一个人，都必须有名师或大德、大善之士给你指引、开示、教化，才能成功。但是，有了这种指引、开示、教化，只是给你指明了方向，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、去争取的方法，但并不意味着你的事业就已经100%的成功了。具备以上的条件，使你明白了方向和方法以后，最主要的还得靠自己不断的努力进取才能成功。如果老师给你讲了应该如何行动，而你不去具体实施，就不可能有所成就。这就像有人给你点亮了指路明灯，但是路还得靠你自己去走。如果你只知道该如何走，但脚步一步，终究无法达到目的地。所以，名师犹如指路灯，自己前行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因此，故行之愿满，由己定夺。也就是最后你要达到你的愿望，圆满你的愿望，还得你自己去争取。